爱护台湾生态的朋友大家好，有些事现在不做，以后也不会做了。赤足鷸又名紅腳鷸，身长约27至29公分，展翅59至66公分，重量85至155公克。雌雄鸟同型，嘴喙黑色，上下喙基部为橙红色，有白色眼圈、黑色的过眼纹、有白色眉纹。赤足鷸繁殖羽时头部，颈部灰褐色密佈暗色縱紋，胸腹部白色带有暗色棕纹，体背为灰褐色，有暗色横斑，脚橙红色，非繁殖羽体背为褐色，横纹不明显，头部、颈部和胸部有褐色细纵纹，腹部为白色。赤足鷸繁殖于广泛分布于欧、亚、非洲，在台湾为普遍的冬候鸟，每年8月份来度冬，春过境4月至5月份北返，栖地多为靠近河口海岸的湿地，喜欢余温、盐田、稻田等湿地环境。观赏与拍摄野生动物时，应保持适当距离，坚持赏鸟初衷，不要捕抓，不要追逐，不要破坏，不要惊吓，不要引诱，才是正确的观鸟态度和行为。今日鸟类，明日人类。布萊克獨木舟生態研究中心2023年8月4日感恩。